回到我们的slides 里面来，回到我们 slides 里面来啊。刚才我们演示的就是一个第三，好，刚才我们演示的就是一个第三，它的典型的语法，我们把它叫做一个链式法则。就是说链式法则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它先去 select 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一般来讲 select 一个 DOM 元素，就是说我定位到当前的这个 DOM 元素，然后呢我在里面新添加一个新的元素，然后我对这个新的元素设置一些属性，这个点 text 只是它的一个属性哈，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其实呢我们这个链式法则也可以把它拆，我们的链式法则也可以把它拆开。拆开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定一个变量叫 body， 这个新的 body 呢就是说它选择的这一个元素，比如说第三点 select body， 它选择了这个元素，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变量，就我们把它这个链式给它拆开来看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要再新建一个变量叫 p， 然后呢这个 p 呢就是说我把这个 body 给它添加了一个新的暂段之后的元素，我们把它定义成 p，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p 呢用这个 text 的方法给它赋予一个文本。那第三呢它的好处就是说它这个链式法则这个这种写法显然是要比你分开的写要简洁的多，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它这个链式法则里面每一步的点后面这个方法是怎么起作用的，否则可能会很容易就会混淆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是怎么把我们的数据和图形联合在一起的。之前我们上基础课的时候也有讲过，我们做数据可视化最主要的呢是做数据可视化的初衷是我们要把这个数据给转换成图形，对吧？那所以我们就自然的会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在这些图形上面去体现我们的数据，对吧？然后第三里面呢它是用一个叫 data 的方法，就是我们看到点 data，然后前面这个 selection 呢是说我们具体选择的是哪一个 DOM 元素，然后这个 DOM 元素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点 data 的方法，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数据和我们选择的这个图形这个元素给它绑定在一起了。那这个里面就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我们的 data， 我们要准备一些 data， 对吧？我们的 data 是长什么样的，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些 data。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选择的是什么样的 DOM 元素，比如说我们是选一个我们的 DOM 元素到底是要长什么样子，我们是用一个比如说 bar chart， 还是说我们是用一个 pie chart， 还是用什么 scatter plot， 其实就是一些圆圈，然后我们要思考准备这两个材料。然后这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是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变量 ,var 就是 variable， 定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叫 dataset， 就是这是我们的数据集。这个数据集的话一共有五个元素。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是怎么样用链式法则来把现在这个例子里面大家还看不到这个数字怎么样添加进去的。然后这个链式法则呢也是最开始学习第三的时候最容易混淆的一个法则，就是最容易混淆的一段代码。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吧。先进到一个 HTML， 现在大家打开那个3.html， 然后或者说是在你的浏览器，在你的浏览器里面，刚才我们选的是 2.html， 你返回一下，然后把那个 3.html 给打开。现在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3.html，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
对，还需要改一下路径，就是改成刚才的样子就可以了。如果你已经新建了大第三的话，就改成一下大第三小第三。在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打开这个文件，在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文件。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五个 new paragraph， 对吧？有五个 new paragraph。现在我们进到文本编辑器里面，看一下这个第三 HTML 是怎么工作的。好，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的三点 HTML， 大家看到了吗？进到文本里面，我们看一下它做一个什么事情啊？它先声明了一个数组，对吧？老的同学做了一下自己的自定义版本的 HTML。好，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什么事情。现在回到 PPT 上面来，回到那个视频上面来，或者是回到 PPT 上面去也可以，都可以。我们就照着这个代码讲吧。首先我们 select 了一个东西 ，select 了一个 body。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在 body 这个元素下面进行一些操作。然后呢，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比较困惑哈，它又 select all， select all 是说我选取所有的 P 元素，我选取 body 下面所有的 P 元素。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产生困惑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本来是没有 P 元素的，就是在我执行这条语句之后，之前我本来是这个 body 下面没有写任何的 P 元素，那它去 select all 的话其实是没有的，对吧？没有 P 元素你怎么去 select all， 怎么去选择所有的 P 元素。这个就是第三的它的一个语法。我们可以在这一步呢想象成是说它先留一个，就像于先埋一个伏笔，先占个坑一样，就是说在你后面如果接下来如果你生成了新建了 P 元素的话，那么我就会去选择所有的 P 元素。接下来点 data 方法，这个点 data 方法很关键。点 data 方法呢，它就是把这个 data set， 就是把你这个数据集和我相应的 P 元素给链接在一起了。这个地方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说，它会在 data， 我们看到 data set 是一个数组嘛，对吧？然后这个数组里面有五个值，那在这一句话之后，就是说在这一个点之后的所有的这些语句，它都会相应的执行你这个 dataset 里面有多少个值，它就会相应的执行多少次。所以呢，点 data 后面这段代码，它其实相应的执行了五次。五次都做了什么事情呢？点 enter， 首先点 enter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非常关键的方法，这个点 enter 呢是说，如果你想要创建一个和这个数据相关联的元素，一定要用这个点 enter 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它在执行的时候呢，会先看一下你的 DOM 文档。如果你的如果你数据的数量是比你 DOM 里面这个元素要多的话，那点 enter 呢，它会先创建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句柄，然后用这个句柄呢去指向这个元素，就是说我会去创建一个句柄，然后就是这个句柄呢就会去指向你接下来将要去创建的这样一个元素。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讲清楚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点 append， 就待会儿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面问。点 append 呢，就是说，就像刚才一样，我去新建一个那个 P 这样一个元素，然后呢，点 tags 就是说我把这个元素的文本设置成 new paragraph。所以总的来讲，它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 dataset 里面有五个值，对吧？有五个值，然后这五个值呢，它因为有五个值，所以我点 data 这个 dataset
后面的雨季呢，它会执行五次。那每一次呢，做的时候呢，我就需要去检查，哎，我之前这个 DOM 里面是没有任何的 P 这个元素的，所以当我点 Enter 的时候呢，我会相应的去新建一个这个 P 元素，然后呢，我把这个 P 元素的值设置成 new pair graph。然后对于第二次呢，我还是因为当前的这个P 元素，现在这个 P 元素可能只有一个，然后我们再进行下面一轮的时候呢，我会把第二个元就是执行到第二个元素值的时候呢，我还会进行同样的操作，就是我会去新建一个 pair graph， 然后在这个 pair graph 把它的文本值设成 new pair graph， 然后我们一共有五个值，所以我们会执行五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看到的效果是我们的页面上有五个 new pair graph。不知道这一点我没有讲有没有讲清楚，这个地方是在你自己学习的时候，如果是你自己学习的话，就特别容易迷惑的一点，就是它每个方法具体是什么意思，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开始没有这个 P 它还能 select all， 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这个大家有问题吗？就是这一点上面这一点上面有问题吗？就是对于这一块内容，第三它怎么样去 binding data 的话，对，是的，它相当因为我们的 data set 里面是有五个元素，variable 第一行代码的话，它的作用不是说要执行五次，而是那个点 data 那个方法，就是我们看到点 data 括号里面这个 data set， 这个方法是告诉我们要执行五次的，就是我们下里面有多少个元素，我们现在要执行多少次的，而不是说上面的第一行，第一行只是说我去声明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叫 data set。然后这个 data set 就是说我们的数据集是什么样子，所以第一行代码只是说用一个声明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下面的第三下面的那些点的方法。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是怎么样可以看出来这个五是十五、二是十、二十五的哈？这个我们切一下，进入到你的浏览器。现在我们这个页面里面是看不出它的值是多少的，对吧？那它藏在哪儿呢？这个时候我们调用一下开发工具，把开发工具调出来。调出来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下 data set。不对，应该要第三。稍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控制台上点一下，它都有提示的，看一下下面这个，看到了吗？第三点 select all p。然后我们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看一下，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有一个 groups 啊，它的 parent 是这个就是说它的上面呢，我们叫，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一个 HTML 文件的话，它是有一个 DOM 树的，然后 DOM 树呢每个节点它会可能会有一个孩子节点和它有一个父亲节点，让它的父亲是 HTML。 我们进入到这个 groups 里面看一下，看到了吗？ groups 里面有五个 p， 对吧？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五个 p， 把这个第零个 p 点开，然后这里面有它很多很多的属性，很多很多属性。然后我们滑到下面，看一下这个杠杠点 data，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它里面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说这个 p 它的值是五。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 new pair graph 给换成我们数值里面的具体的值，待会儿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属性，每个 p 这个 p 里面有个属性叫 text content， 对吧？
有个 text content 叫 new paragraph， 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杠杠 data 这个属性，表明它的值是5，然后我们看1这个的话它的值应该是10，对吧？这个就是它怎么藏在里面。所以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还体会不到它的意义，就是每个数值的意义，但是待会儿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或者我把或者大家可以把刚才那个文件里面的最后一个点 text 换成这句话，换成这句话之后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具体的数值了。待会儿我们会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你可以把刚才那个换成这样子，就可以看到5、10、15、20、25了。就是你要把那个第三，把3.html 之前那个 text 的文件给换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可以在群里问。我们这里先静一下休息，然后我们5点钟的话，进行最后一个部分。